见魂，今天隔壁谁想手出？等等啊！反正两个 B 的呢，嗯，手冲呢就是绝世神兵。两倍元宝，也先讲好了，有在 play 了。首充就是黎明神兵了，好不好？然后王者 VIP 特权，有北京女药水。那最主要的主轴是这一把啦，好不好？其实是里面最稀有的东西，你讲，应该是讲说首充的重点。离歌神兵，安南新一可以吗？好啊，啊，我就要讽刺我没有得到装备啊！你可以升新，这是什么说法？打到装备了，主线应该完成了吧？耶、yeah ！终于可以继续下去了。这有一个变强攻略、啊，看一下，装强，把它冲一冲。哎，没金币的。这没钱好吗？哇塞，还有独特的天仙耶，呵呵，好笑、哦。